队伍的旋律成员 Taemin 在见面会上 cover Hype Boy 的舞蹈，以及最近很流行的可爱颂挑战，流畅的舞感和逆龄样貌引发关注，让网友粉丝们表示太可爱了，真的不敢相信 Taemin 已经退伍，而且今年要31岁了，却一点都没变，怎么能在这么多粉丝面前一点都不害羞的完美完成可爱颂？粉丝的尖叫声真是不得了，可爱颂让人忍不住重复看，不愧是旋律永远的忙内 Taemin。Taemin 版本的 Hype Boy 真好看，有自己独特的魅力，难怪 Taemin 的 solo 成绩都那么好，真的是为舞台而生的甜神艺人，感觉随便扭扭而已，但就是很好看。Taemin 还偷偷吐舌头萌化粉丝，如果下次回归也用这种 Y2K 概念，感觉会是很有趣的尝试呢。